主料：黄瓜370克，鸡蛋11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黑木耳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原料：黄瓜切片，鸡蛋打散，锅内热油，倒入蛋液，迅速将鸡蛋滑散盛出备用。准备好黑木耳，再次放油黄瓜包香，放入黑木耳，放入鸡蛋，翻炒均匀，放盐调味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大火快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